家里有孩子不爱吃饭的，可以试试这道菜，赶快安排起来吧。水开倒入青豆、玉米、胡萝卜，少许油和盐，焯水煮熟捞出，起油锅放虾仁、葱姜蒜，翻炒至变色，加入所有配菜、盐、胡椒粉、生抽调味，翻炒几下，一碗水淀粉勾芡，大火收汁即可，太好吃了。